早安。
讲，我发誓，你只会害他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些机会，人家在那边，人家在清查，好啦，我唔免人叫，我到底到底，你讲什么想法啊？我你想法，我的想法怎样？想法哦，想法，也不能想法。啊，所以讲，我活到不到，我不能赚多少钱。为了钱贵啊，大黄要给他做出来了。为啥？那个还是小县家，那个宝贵也有机关家嘛，他宝贵，他被他妈的吸，我宝贵他倒霉，他什么也倒了，他都那样的，唔在乎这些人，宝贵宝贵了，我稍微稍微心疼，他心疼，心疼只有两样，那么大人两样社会，他一社会啊。哎，这个不安心，就是他那个样调，这个如何比较好嘛？规定都改变你了，那工人规定都改变你了，那你去问，那我就问点好些，找点好的方法，另外的问问你，他还已经哎，那么并不机会了，这个在各个领导，经常觉得为什么不能解决？他抓住哎，他必须是的，他就是在以前搞。就是那个军人打，我讲过嘛，这一刀就把他的电脑秒乌了，暂时起来。伊刚刚讲嘞，讲起来，恁就爱有心理准备，我恁大哥有偌济，爱上难看。啊，我个心理是秒乌，暂时起来，这是一狂储存的，一狂到他一储存的，你讲，哎，比侬更便宜啊，爱一滴啊，小人到一个月是几公？那灰啊，那皮囊干地面哦，哎，反正就是保鲜工起来就处理了啦。一这地下水工起来搞的，而且那是他的手，就是的，技术起来了。那那边上有技术的人，那工作上呢，不然咱总得人手。你说那领导人手，把钱叫好啊，叫啊叫金币好。好啦，到时机会，你安怎讲？因为我以前在那个，好啊，不会啊，那个年纪咁，从三岁啊，四岁啊，用这些医药方面经济，那个好好的经济，他们老人家，我管不着年纪啊、钱啊，那好装啊，我们现在啥钱的啦？啊，可是那现在哪钱丢了？那个说啥钱的啦？啊，但是有些人在说你讲话，你。大心头是要贵啊，好啊，心头过到条咧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就是好啊，条条咧，我想笑了，迄个回答不错，不对，那个脑干对的，就是咱，那个是那个过不去啊，没事穿过去。啊，所以老师嘛，刚才那个刚才就在那个正经的是那个福利啊。哎，碰个时啊，这什么公平？要考虑到老师们到公路处交给他们报，你哪怕是在时，这个公平，老师们还不要让人报，这个完全在想些，哎，是真话的事，是真话的这但是你那个公路都没修好啊，是不是啊？要确实要，要想好说确实要。事实上，咱十几年都在闹，在闹出是十几年闹出名的，让疫情呢啊顺利了，都是好事的事。那好事都蛮幸运的，咱可能就是那疫情嘛，那大哥华工那个，他一下子就完蛋了，无力，又华无力，我来小黑疫情了，一国那好啦，不怕他救救。你在国外时候，啊，出名了，我一直那时间，国外不能上，一年两年两年多一年时间，当渐渐来，都比较关心嘛。啊，想别来打打谢谢啦，啊，你知道俺刚回家来啦，啊，叫人家在你，多人家里，家里不的，多人打的，啊，多给人家谢谢。你那个相当那个好啊，你平地时代，你那个。用水果树名嘞，你使上大船嘞，以前咱早在讲用上大船哦，上大船啊，伊个较早讲，只老母特别，只老母天嘛，啊，佫袂上好讲只叫，鱼尾，
天就安尼，阿爸阿姐用手工的输门，阿爸买买买钱的时候，阿爸用手工的输门，阿弟我们是咱弟在创造，阿哥不讲好笑，那我就打过来，咱立马就讲不讲好笑，讲好笑的二两就是笑，你要从咱弟阿爸用手工的输门，那当然是最大，你要谈谢谢，那你都都都聊到啊。Thank you.
后来到我这里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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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在此，永别当下。刚才你